潘玮柏陪轩云回老家，一起排队买美食，发现被拍后收肚子，好可爱。网友发文称，在逛街时偶遇到了潘玮柏夫妇，当时夫妻俩正好在排队买美食。潘玮柏头戴帽子，花衬衫搭配黑色裤子，在发现被拍后，下意识将他微微凸起的小肚子收了收，看来潘帅也是很在乎自己形象的。对于近照中的潘玮柏，有网友表示他又胖了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从侧面来看，下颚线都消失了，整个人看起来圆圆的。潘玮柏今年参与录制了《披荆斩棘》这档综艺，通过锻炼的方式瘦了26斤，成功瘦身的他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初舞台表演。在最新一期播出的《披荆斩棘》中，哥哥们召开美食大会，没想到正处于减肥中的潘玮柏看到美食毫无抵抗力，一心只想着吃，也不再称体重，真实而接地气的一面惹众网友直呼好搞笑。